点吃的吧。可以啊，我给你做点火腿肠吧。嗯、啊、我的火腿肠嘞？这不是火腿肠。给我骗人、别生气弟弟，姐姐给你做关东煮。你骗谁呢？我都睡不了，你怎么可能成功？要文石走，带着我马上到家了，东西全在这了。哇，我也要做美味的关东煮。好啊，看谁做的好吃。我在这里等你们，先把小摊支棱起来。小摊做好了，先做鸡肉肠，冷宝砂无异味，玩起来更放心。OK， 鸡肉肠出炉。你的烤肠看着就不好吃，还是看我的吧。看我的，超级无敌美味。别吹牛了，一会儿让弟弟来评。玩了这么久的沙子都不伸手，我都不用停下来拍沙子。换模具，我要做个美味的鱼饼，看着好吃，但不可以食用哦。接下来做虾仁，虾仁做好了。你的都没有蔬菜，看我的，就喜欢能玩出花的轮宝沙。海带结，西兰花放盘子里，我还是最后一个。西兰花味火腿肠，我的关东煮做好了。蜂窝梅蛋糕，我的也做好了。这些都太好吃了，弟弟肯定喜欢我的关东煮。也太自信了吧，我的关东煮才好呢。到底谁做的更好吃啊？